年玩什么？刚好今天呢，就是有来自马来西亚的，也有来自日本的，还有来自台湾的。嗯，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每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这样子，我们看一下过年的习俗啦。对，过年习俗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过年喽！最右边是台湾的，我们从台湾先看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台湾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月饼。哎，月饼是传统糕点的感觉，这感觉应该是红豆饼、芋头酥之类的。这个，哎，这个嘞，哇，哎，这个好久没看到嘞，冬瓜糖，然后花生糖，然后另外一个看不太出来，但是小时候吃过。冬瓜糖是什么？它一条糖我可以吃一整天。哇，天哦，脆脆的口感，好神奇哦，这个。它会有一些那个冬瓜的纤维感。对对对，有对对，蔬菜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卡兹卡兹的口感。就直接靠糖帮它防腐剂就是。所以这个算是台湾传统的一个。传统的过年会拿出来吃的点心，对，什么玛瑙啊之类的。对，玛瑙。这个嘞，哦，也是，就是那种。干妈点还是什么，就会有一大堆那种过年糖。以前我们去那个加冰滴那种长辈家啊，那个长辈就会准备一个这种超大版的，就是好大一个。然后我们小朋友就会偷偷抓好多，然后一直塞口袋，收起来塞口袋，然后就赶快走到楼上去，然后一直吃糖，一直吃糖，一直吃糖这样。因为老人家都说加冰滴贵齁你。是巧克力，其实我还对金币巧克力，金币巧克力真的说真的超难吃。但以前小时候就是很爱啊，就觉得只要有那种看起来那种闪亮亮，然后觉得很好玩的东西，就是玩具可以玩可以吃。哦，食物就这些嘛，过年特别会吃的，嗯，好浓郁哦。那我们看一下日本的吧。日本的，日本的话应该是年越しそば这种，年越しそば啊，对对对，对。你刚才说对啊对啊，是你第一次你帮我提示，日本人的。我们的过年就是12月31号到1月1号啦，那是你们的跨年的时候哦，又没有那个农历年的概念，我们跟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都会12月31号的时候会吃荞麦面，哦，搬家的时候也会吃，就是什么要改变的时候，有新的开始的时候就会吃荞麦面，新的开始，新的开始，荞面线的概念其实有点像，对啊，可是因为日本的那个荞麦面的话是不可以切断的。还要面线吗？就对，一口气就一定要，因为我知道那个长面线代表那个长寿的意思，长寿长东西，对，长的东西都是好的。我看过那种，对啊，就是其实也是一个要就是跟过去 say goodbye 的感觉。然后这些都是过日本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，这个是红包啦，日本红包啦。哎，日本红包是白色的，白色的。就是我以前第一次拿到，哎，不是，它上面有写 otoshita 吗？就是压岁钱的意思。我以前也是第一次拿到，就是日本长辈给我 otoshita 吗？我想说，哎，红包，结果拿到一个白色，我想说，是我做不好吗？还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要现在要对要去关落音了吗？为什么要给我一个白包？就后来才知道是他们就是习惯，然后上面后来啦是有一些就是会是红色啊，或者有一些设计感的，但主要的是白色的，而且都是长辈们。送给小孩子、小朋友，对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包过红包给爸妈。那像我们台湾会小孩子包给长辈，你们会吗？你们不会，不会，是爸妈给我，真的假的？都不管到几岁都可以拿红包，对，我们大家都移民集体去日本，就一辈子拿红包。我现在每年过年压力好大，包红包的时候觉得口袋怎么有点洋葱的味道？如果真的爸妈都退休了，那可以就是稍微给他，但主要是他们。还在工作，然后有赚钱的时候，还对他们来说，我们还是小孩子，所以他们会日本人应该到年纪很大都还不会退休，对不对？65岁啊，基本上，对对对。还有这些都是会放在家里门口的，这是卡卡米摩吉，就是这个是禁饼，给那个神明用的。嗯，就它是马吉啦，马吉就是给神明吃的，两个马吉上面一个干嘛？柑橘，柑橘。嗯，然后这个是也是挂在那个。门就像圣诞节要挂那个圈圈一样，对对，圣诞节有松，哎，这个叫什么？松门松门松卡多马子，这个是什么辟邪吗？还是？哎，也这两个都是算是辟邪啊，也是就迎来好的运这样子。嗯嗯嗯，对啊，无聊了哇，日本都是不会啊。我这个以前小时候看到，小时候看到这个会很开心哎，现在长大看到这个会想要流泪，伤心哎。我之前在路上要包多厚？我之前在路上就是捡到什么红包，哇！哎，你不要乱捡啊！那但我不知道，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嘛，所以哎，我好像有红包。你真的捡过啊？有捡这样子。不要打了！我就结果像你这样子就被台湾人骂。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就真的娶台湾媳妇了？你讲里面有没有看到镜子？没有，没看到。还是有看到头发？
直接有一张小纸条，对，这是台湾好多这种人啊，小细节我都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那个马来西亚，哎，这个马来西亚的，这就是刚刚有闻到，亲爱的，我们刚刚一直闻到很浓郁的味道，哎，对啊，很感谢那个节目组还特地准备这个东西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OK。对啊，我们鱼身七彩鱼身咯，差不多七个 color， 然后基本上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捞，然后就是讲吉利的话，然后主要其实就是你可以团聚一家人一起，然后家人一起捞，对，一起捞。教我们怎么捞嘛？是我们大家都要拿一双筷子，对，是大家都拿筷子，来，一人拿一双筷子，好。好，我们就很在乎那个大家的精神喊话。好，因为我也来帮我们示范一下。没有，我要先传达那个精神。OK， 就是今天我们一家人，所以我们是一个群体，我们要互相照顾。是，好，我们很团结，所以绕一圈，然后大家先喊，就是讲风生水起啊，然后阖家平安啊。风生水起。对，你不管你最后一样，你最后剩多少不重要，重要是那个过程，我们有彼此激励彼此。哦。有 get 到吗？互相今年就大家一起拼了。那要讲一些吉祥话，比如说今年虎年要什么虎虎生风。你这样太近，你过去一点。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出去了。啊，会拍不到。这样够吗？这样够吗？OK， 好，那就你看哦，我们就捞到它乱子为止，所以不用担心它掉地上。哦，不用管它，就是有点像大锅炒这样子，大家一起炒。算是大锅炒这样子，然后越高就是越好兆头。真假的？对，所以我们今天，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夹到最高，maybe， 而且如果你今天最高，你的那个运势越好。好，那我们请那个。因为帮我们示范。好，那我们就第一炒，就这个就取代我们过年真正捞的那个感觉了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风生水起。恭喜你发财！恭喜你发财！恭喜你发财！我们也是沾喜气 ，OK， 沾喜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往中间上去，然后一起嚯，滑啦滑啦，轻啊，这样上去。我那个筷子掉，我都已经掉了，你的筷子都被捞走了呢。对，我筷子也被捞走了。你想想，这样滑的，这样子差不多啊。这样大家有人想要收拾吗？是不是要猜拳，然后输的人收拾，还是就不管了？就那因为这是我们一起的，所以就是要一起互相照的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捡，让它收好，一起好，我们可能一起对了，对，马来西亚人团结，对，真的耶，所以最后也不一定就是吃剩下了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吃剩下的就好哦。对，那真的就是吃一个开心而已，因为真的没剩什么，基本上都被捞掉啦，那捞干。但是里面有些什么、啊？这是什么海藻还是什么吗？它的内容物是什么啊？姜啊，什么海带姜，然后还有鱼哦。有鱼，可是因为这只是模拟，所以没有办法买到鱼。哦，对，我们会用真的会有生鱼片，生鱼片上去放。上去放，上去放，所以不可以在这边就这样，不是抛起来，是这样子。